根据最新情况，我们发现了一起跨国贪腐大案，案情错综复杂 ，ICAC 正在面临自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。我是 ICAC 首席调查主任陆志莲，这些年解决过不少棘手的案子。每一次危机来袭，总有人陪我一起冲锋陷阵。这位是程德明 ，ICAC L 组调查主任，我的得力伙伴。这位是廖宝强 ，JFIU 组长。 我们守护着正义和各自的使命。陆总为什么要跟踪死者 ？ICAC 查案不方便透露。每一次与黑暗对抗，都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但是更加折磨我内心的，却是身边的亲人、朋友接二连三的离我而去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深陷在愧疚和自责中。 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带领大家办案了。即使我倒下，不能与你们并肩作战，但我相信你们依旧可以坚持初心，继续打击贪污。我是 ICAC 首席调查主任陆志莲。